所以我要讲的就是重点吧。我要离开受条件的，你拄则本来怀疑要想啥，你也是来快看我的。所以我就讲嘛，代志哪有可能这么简单？什么条件？讲。我不用，我总不会高分，不会世界百货。以前以后，世界百货跟恁公司无任何的牵连啦。我买特地退出恁公司，那阮客户以后就只是公司的股东，也阁是同事啊。你现在认为讲这条件，我会答应你？当初百货就是答应没有爱情生日礼物啊，我将会等去送我的太太，合情合理啊。对你来讲是合情合理啊，啊，不过对我来讲，这是无情无义啊。你家己嘛真清楚，世界集团上赚钱就是世界百货，是一只金鸡母。我哪有可能送一只金鸡母出去？啊，留一个陪一个世界集团，我唔是头壳歹去啊。好啊，那呢，咱就继续做对手啊。参照上一种哦。把到嘴边，叫用家己代志哦，会着想哦。我真。为什么最近点的随着这种包裹，到底是什么恶作剧？为什么后来我传的讯息把人未读？是伊想要无闲看手机啊，还是讲伊发生什么代志？爸，你是不是在出什么任务？这么时间回我的讯息？我知影我家己不应该叫了你啊，不过我真正有淡薄仔烦的。也是讲你会当给我，会当联络到你的电话号码。冠廷，你回来啊？那有这个手机啊？你新买啊？无啦，不是新买啊，这别人的。别人的？嗯。那还伫你家？我一个客户无说伊落伫我的车顶，我拍算哦，明仔载要送还伊啊。敢真正是客户的手机啊？当然嘛是真的，我的手机还好，也无歹啊。我哪可能甲买新的对吧？好啦，我来煮饭啦，一百多幺啊哈。啊，辛苦啊。是上传讯息给冠廷，想让冠廷看起来很欢喜。我们要搬家了，我们也要搬家了。你们要搬去哪？搬去民视生活资讯频道跟凤姐当邻居。这么热闹，怎么可以少我一咖？我正式宣布，我也要加入搬家行列。赶快点击下方链接，加入医学大联盟新家吧。